我讲古有统神端火锅啊，今有撸把起黄豆啊。敢撸把，我不要听到你的黄豆水声音啊，很大声呢。我讲话你们听不到水声，一直在那边哗啦啦哗啦啦，然后空空空哗啦啦哗啦啦空空空。我的收音呢、啊？我的收音是黄是水声比较清楚，对吧、啊？这应该是你的问题吧，卢巴？为什么你讲话会比水声不清楚？卢巴硬要跟人家聊天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！你没按啊？不是，卢巴聊天我是可以接受的，重点是为什么他的那个声音比水声不清楚？哐哐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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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哎呦，光头荧幕被拿，哎呦，还有光头荧幕现在，还有帮他抢，好、啊，那我拿，光头荧幕现在已经不玩啊，我拿小田好了，给他拿藤真哦，啊，我拿阿木、啊，你拿起，拿阿木，可以啊，你拿阿木啊，可是干你一个人抢得赢两个人吗？但你俩小田基本上，你选小田，我基本上对啦，也是啊，我选小田也是你一个人在打，那这样就没什么问题。讲的好像他妈的你拿小田，老板就变强一样。你只会在讲说，我卡住一步了，我卡住一步了，我卡住一步，你妈你不管玩谁都那个台词，我卡住一步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卡住，但其实你他妈根本没卡住。你就算人在三分线，篮板球在篮下，我卡住一步了，我卡住一步了。还是我刚这有一球卡住赤木，好不好？你有卡到，我跟你讲，你讲一百球里面你都卡到一球，你有卡到我就说，卡得不好，卡得不错。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再看的，你有卡到我就跟你讲，有卡到。有一次你真的有卡到，我说看我看到，你卡到。就这种，你像小朋友在讨糖吃，哎、欸，卡到，你有看到，你不看到啊？啊？干嘛一把油只卡一球啊？还敢捡？树妖干怎么拿到球？吓我一跳！还可以投个空位，爽哦！干你居然跳到球嘞，好扯！铁公，问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现在有力量。跟到啊！我的靠背，靠背完了啦！干我被两个死！干、哦，哎，树妖，我跳到！看我他妈被两个人卡住啊！听到没有？没人抢，没人抢，我反而没跳到吧？然后有人抢，我反而吸到。干，那藤真好衰啊！不要，等我进去。哎哎哎，不要，我可以追。跟到，篮板，帝王。哎哎哎，流川帮我补一个。靠背哦，哇，他们这个挡拆，没办法。他是挡拆精密。这就问你，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把篮板抢下来？好球，靠背。让他控位要怎么出手？对啊。哇，也有控位啊！他被盖到了，干世界无敌大控位啊！他刚才那球被盖到了，好猛啊！这一幕，懂吗？哎，上去哦，好球！下去，跑起来啊！王帝，看，干你娘！哎，一二，好球！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投到了，哼，王帝，投到了！赶着疼的赶到面，再突破一次，我直接敲他。我们现在盖火锅用。哎、欸，好球，跟到了。OK。哇，哎，他这就不会进。等我进。干你娘，都还没进去。看看我背哦，啊，好碎哦。OK。那来不及了。干，我刚刚本来要敲他，反应太慢。哎呀，我现在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下要递他，我等下递他。分太大声。不是递不递他啊？第四，刚才那个流川不跟我进去吗？进了。你就抢篮板。赶着藤真，我已经知道他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可惜。刚才那个位置我好尴尬啊！我如果补藤真，就守不到赢。我是觉得，对啊，运气不是重点，不是运气，是重点是那个流川不会跟你补，你知道吗？接了那种你那种超长外线，比如说藤在上面晃左右，本来就是流川去补，感觉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冲他笑。哎、欸，好球！篮板，水哦！冷啊！看无限量控位啊！这一场了吗？到底在干嘛？我想我要递他，我要递他啊！我挡拆了。好球！看嘛 ，century pay，century 哎，小心传我啦 ，century 哎，没进哦，给你补，哎呦！到好不好？我都还没走进去，给我补，不礼貌。我就想问你刚才那球火锅靠边嘞！
我这个地哇！你应该让队友让他吃一个超油火锅，你知道吗？看我刚刚那个地，他怎么会不出手啊？都挡到人，他怎么没出手？啊、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陈真？他以为他控位，结果被我吸过去。我要的我没有吃过。那个就为那个火锅剧，你他妈觉得扯不扯？进了、啊，进啦、啊！我就问你那个花钱的手手大不大、啊？好了，我开那球直接吓到了。Big 秀啊！他真的直接吸过去啊！立体移动装置，你知道吗？Big 完了，Big 看他有点不到哎、欸，球，好球 ！OK，OK， 哎呦！他怕，我刚才球没盖到，他真怕了。注意哦！看我是真怕了吗？有啊，他被吸球，他怕了。他害怕，他吓到吃手手。靠的花这么低啊！看，这喘。我打，没救！补篮！靠边嘞！哎呦！就跟你讲，我打。好，先给你。进啦！直接投，小心被抄，是哟、哦。可以，好球。我跟你讲，花钱大，花钱大觉得没点，他妈反而很不会盖。靠边嘞！哦，老塞！哇！哇，这个有点尴尬。他要进化，他要进化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他进化。这个拖完，好球进，干你要拖哦！我没有怕超啊，因为我没有传控，没事，我打地套，我们收好就好。不要再进，哎，篮板你了，这他妈好球！我干你俩被流川吸走，没救，好球！我补，干你俩补不到，我的过，我稍微练一下，靠边嘞，熟悉一下花型，好球，干，好球，下去了，地哟，哇，好险！好球！干，好危险哦！他刚一直不出手哎，他怕。我花钱篮板现在有点暗快。哎、欸，可惜。哎，输、欸、哟！靠背啊，上来抢到！我刚才在僵持，不然他妈一定输哟！干！浪费我他妈一个哇！哎、靠背哦，他妈进了！不是我刚才被卡在最后面，然后我居然还吸到，好扯。果然不要早跳，好烦哦、喔！刚才一直被挡。是吧？你看我晚跳反而是晚跳。注意哦，干！不要再晃了，哼！明明就有出手机会。花鞋篮板都很晚跳，然后就拿得到。你瞬间要拼秒板，有时候还反而拿不到。一、二，哦哟、完美的防守！刚才中间被追到三分差，直接一波拉开。秋，怎么办？我好想要测试那个，好想测试那个。无法怎么说下班啊？我超想测试。秋哎、这流川防守意识不错啦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不会抓空档。明明其实我觉得有几球他直接投就好，他。一直想把球回避、我明明就比较不适合得分，他一直把球给我。搞不好他的策略就是那个，他完全觉得你也不会。